大家好，我夏天。大家好，华姐。我们今天就打算离开这个承德市了啊。嗯。在离开之前，我们今天早上去吃一个硬核早餐啊。听说呢，他们这儿有个叫老丁羊汤的，味道特别好。对。我们今天去喝一个羊杂汤。嗯。然后暖乎乎的再出发。对。因为今天的路程还是蛮远的。嗯。这顿吃扎实了，路上不饿。对。啊，到了。喜兰老丁羊汤特色小吃，早上6点到16点，哦，这会儿都9点了，还这么多人啊！我们要了两个小份的羊杂啊，啊，好，就两个，嗯，然后还有两个烧饼，它这个羊杂大份是20，我们要两个小份，一个是16，总共36。它这人好多啊，嗯，你看外面坐满了，这里面也坐得满满的。我想的已经过了他们早餐点啊，就应该是人少。啊，这烧饼看得不错。对。哇，好烫。我们的羊杂汤上来了，但我忘跟他说不要香菜了。华姐帮我弄点。他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啊，有羊杂汤，还有什么骨肠汤、羊肚汤，各种各样的。我给大家把香菜都挑了，你要不要放到醋辣子？哦，辣子吃不了。我先不放了，我就尝尝这个原味儿的。嗯，这个羊汤也是承德的一个特色小吃之一啊。对。看着还不错啊。嗯。里边的料还是挺多。可以的。味道可以啊。终于吃到清淡口了，不咸。哎，好嘞。我觉得料还是实在的啊。嗯，你看满满一碗，看着碗小，但是里边料很多。对。可以，味道不错。嗯。哇，它这烧饼感觉也不错啊，一层一层的。对，我看好多人都把这泡在汤里吃了，先尝一尝。我先尝一尝。嗯，外面芝麻焦香焦香的，好吃啊，好吃。我刚看他们过了，嗯，里边有麻酱的味道。嗯嗯，可以泡一下。对，我刚看他们过来还说可以那个免费加汤啊。嗯，可能就专门泡烧饼吃了。尝一下。华姐想了好久的羊汤了。嗯嗯，好吃。他们家这个羊汤，我觉得就原味好吃。料很丰富，嗯。哇，这吃的太饱太舒服了啊！那一个烧饼好大呀，而且喝完这个羊汤以后啊，热乎乎暖乎乎的，嗯。我们现在就去酒店退房，然后就出发。嗯。我们今天的路程351公里，6个多小时，我们估计是差不多7个小时能到。准备出发了。我们今天呢是要去张家口了，我们依然走的是国道。对，这个张家口呢，它是地处于这个京冀晋蒙四处的一个交界处，距这个北京呢有100多公里。在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以后啊，这个张家口市就被世界所熟知了。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张家口市的一个下辖县啊，叫怀来县。嗯，这个怀来县也是这个我们的抗战英雄董存瑞的这个故乡啊。对。而且这也是一个历史老城了。怀来城是始建于这个唐朝的时候，是在这个1951年的时候建这个官厅水库啊。把这个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名城啊，就淹没到水下了。那会儿呢，他们就迁至到沙城镇啊，一直到现在。嗯，所以这个怀来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也比较丰富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两天就带大家到怀来转一转。对，走着。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路叫陈元路啊。没想到这些路真的好烂哦。嗯，全都是坑儿。路况特别差，哎呦我天，晃死了。对，反正走了好长一截子这种路了。嗯，路况特别不好，不知道过一会儿是不是能上了国道就好了。应该是到了国道上就会好多了，这个路简直是把人颠的都开不快。嗯，把车颠的都心疼感觉硌脚对，硌着我们家月仔的脚了。嗯，
还好给他换了新鞋。嗯，这个张家口啊，是我们自驾深度游河北的最后一个地方了。对，把这个张家口几个想去的地方转完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河北游河北行就结束了。嗯，这两天也有朋友一直在问我们啊，说我们后面是怎么计划的，我们接着要去哪儿，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目前的规划啊。嗯，因为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在这个保定去订了一辆新的这个皮卡越野房车。对，那这个车呢，我们预计应该是五月底能提车啊。嗯，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河北游完了以后啊，差不多也就是在4月20多号的四月底了啊。这样的话离我们提车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想先开着现在的这个车先回新疆，回乌鲁木齐。对，前面本身是计划说是就在这周边游啊，等到提完新房车再回新疆。对，但是游这个河北这一段时间啊，也是我们自驾游这么长时间最疲惫的一段时间啊。因为就是每天都是找酒店住酒店嘛，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啊，而且自己不能做饭吃，在外面吃的也不是很舒服。嗯，整个河北的这个饭菜啊都是偏咸。嗯，我们每天吃完饭啊都要喝大量的水，就觉得嘴巴里都是干，就是吃的不是很舒服，然后休息的也不是很好。嗯，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先回去，回去了以后在乌鲁木齐我们也稍微休整一下啊，回到家里休息休息，然后等到五月底快提车的时候，我们刚好在乌鲁木齐就把我们现在这辆车把它卖了。嗯，卖完了以后这边的车也可以提了，我们到时候再坐飞机过来，再过来提车，提了车以后我们再去游新疆。对，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啊，你们这又回新疆又过来再回，可能来回太倒腾了。嗯，但是我们这段时间真的觉得有点疲惫。嗯，需要回去休整一下了。对，刚好也要卖车嘛。嗯，回去卖车相对来说更方便一点。如果大家有就是有朋友想要我们现在的这种床车的啊。嗯，因为我们床也是改好的，然后还有装了一个200安的负电瓶嘛。对，这就都不用拆了。嗯，而且是无损改装啊。嗯，如果想用床车的朋友，我们到时候就把这一套都可以给他。没有想要床车的啊，我们回去就把这一套东西拆了以后恢复成原样，无损改装就恢复起来是很简单的。嗯，我们到时候就把这个车处理掉，处理掉了以后就再来提新车。嗯，给自己也给一个休息的时间。对，这就是我们暂时的一个规划了啊。我们在河北转的这两个月啊，相对其他地方来说时间会稍微短一点，但是其实真正转河北最主要的就是去了解它的这个人文古迹历史啊。对，这个是比较浓厚的。嗯，因为我们现在逛河北的这个季节有很多的景点啊，就是风景的地方。嗯，它的绿色还没有嘛，所以其实我们看景看的比较少一点。对，但是说句实话，我个人觉得河北这边更重要的是历史人文古迹。嗯，因为这边的这些景色啊，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美景看的多了，其实很多的景色你都可以看到。是，但是河北的这个人文历史古迹这是独一份的啊，你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嗯，对，所以我们这一次游重点我们想了解想去带大家看的地方啊，其实基本上都是看了的景色，我们可以带大家去新疆。We got time on our side, we're in a state of hope, I need you on my fir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every time you're away, I long for you so much I can find my way.Got everything here, at least to stay alive, and the time that we share makes it all worthwhile. Got this place on our own. Do you feel that we got something strong? 我们今天走的这个112国道啊，路不是特别好，有一节的路很好，然后有一节路就会有坑，像现在这样出现。对，而且穿了很多的村庄啊，我们还发现这条路上基本上就我们一辆车。对，我们跑了半个小时了，没有见到别的车。对，没有见过什么这样的，都是当地村民的啊。嗯，这样的这个
小三轮车比较多，但是没有在路上见到这种车呀、啊、或者大货车都没有见到。嗯，可能这条路不是特别好走。哎，但是今天一直速度很慢啊，因为穿梭在很多的这个小村子里。嗯，道路也不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啊，你就走一些这种特殊的道路反而还有点新鲜感。对，是不是？嗯。 We got time on our side.In a state of hope, I need you on my fir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every time you're away. 朋友们，我们终于到了，现在五点多一些。我们今天订的是他们家啊，华裔酒店，在这个董存瑞东街店。我们先去看看房间啊。我们先上来看一下房间，五楼。我们要了一面不靠马路的。啊，可以，空间还不错。看看卫生情况，看着还不错。啊 ，Hello。还行。洗澡的这种稍微有点小空间，这边空间还不错，嗯，是吧？嗯，怎么样？感觉还可以。可以啊，嗯，那就行，那我们就定这儿了。最主要它有个长桌子，对，我又可以办公，还可以放东西，嗯，可以，不靠马路，这边比较安静一些。后面是个小区。朋友们，这间房我们在网上订的是。94一晚啊，嗯，是精选双人双床房，还不错。今天跟我们估算的差不多，7个小时，又是开了7个小时、嗯，还可以。我们现在就准备下去办入住，嗯，然后就休息休息，就可以工作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再带大家出去逛哦。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关注、评论，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拜拜。